知道了，他都得笑醒。你确定他会笑醒吗？这可是60%及格，你可差得远呢。远吗？四舍五入一下呗。明月，你这个四舍五入有点过了，差12.5。以你现在这个水平，恐怕需要1年的时间，才可以达到进入弗洛拉集团的要求。还要一年？对哦，一年。哦。我想到了一个办法，可以直接进到我哥办公室，找到他篡改遗嘱的证据。他有一个保险箱，就在……漂亮，这个办法特别好，真的。但是你连弗洛拉的大门你都进不去。也是。可以进得去啊，我找到了一个职务，不仅可以弗洛拉随便走动，门槛还低，简历我都给你做好。什么职位？为我量身定做的？秦小花。什么东西啊，这么土我不要。挺好挺好，简单端庄大方上档次，非常适合你。我宁愿叫花小琴，也不要叫秦小花。改好了，花小琴。保洁员？我怎么可能去干保洁啊？的确，从来没有看过你做家务。那不然你还是好好学习吧。别啊，我没吃过猪肉还没看过猪跑吗？我这辈子换过的保姆少说也有80个，看都看会了，我可以的。你是什么垃圾就往桶里扔啊？把我一个人留给那个阿姨蹂躏摧残，你讲不讲义气啊？你看看我，班长，